风雷重力，龙掌于翼，十方巨力。挺着大肚子的女鬼。最近我发现天地之间的异动，感觉有大事要发生。师傅，那女鬼怀孕了。剑魔，是水鬼。你调查阵雨，被人打晕了。按照这个地址，把事办了。事情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办好了。师弟，现在放手还来得及。放手？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剑魔要生了，赶紧走。疯了，都疯了！正与古人名聘。师傅，师叔会不会是偷偷下山啊？最近我是多名男子在夜间临时赴任，你们都会成为剑魔的晚餐。这是一个怨念的孩子。他是个阴阳两界相通的。那个女的脖子上有根死骨一样的三角标识。